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令人期待已久的大型古装剧《凤凰台上》即将展开影视化的壮丽篇章，由优酷出品，欢瑞制作。这部剧计划于今年12月开机，而男女主角则分别由任嘉伦和张雨绮担当。传闻称此剧将成为任嘉伦与欢瑞分手之作，这一消息无疑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期待和好奇。一段帝后传奇，凤凰台上源于谢楼南的小说《我的皇后》，是一部传奇帝后剧，以古代背景为背景，讲述了萧焕由任嘉伦饰演为拯救苍生于苦难，化名白池翻微服私访，行走江湖，与凤来阁阁主林苍苍由张雨绮饰演相识。两位主人公拥有双重身份，他们一起仗剑天涯，除暴安良，相互倾心，行侠仗义，最终开启了一段帝后传奇的故事。在凤凰台上中，任嘉伦将分饰两角，呈现出他多面的才华。一方面，他将饰演皇帝萧焕，这个角色需要展现出英气十足的气质；另一方面，他还将扮演侠客白池帆，这个角色需要呈现出智勇双全、仗剑江湖的形象。任嘉伦的帅气五官、硬朗气质，以及在古装扮相上的出色表现，都是他成为了这两个角色的最佳选择。张雨绮的风采绝佳，女主角林苍苍由欢瑞旗下的当红一姐张雨绮出演，她的出演将为剧集带来绝佳的风采。张雨绮的五官精致，古装扮相一直都备受称赞，她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她在《斗罗大陆二》中饰演的小舞，还是在《海大鱼》中的瑜伽女阿里，都展现出了她的多样魅力。此次她将挑战一位行侠仗义的女主角，相信她将再次呈现出出色的演技和表现。这次凤凰台上将见证任嘉伦和张雨绮首次搭档，这个组合充满了潜力，堪称是一次期待与挑战的碰撞。一位硬朗帅气的男主与一位美艳动人的女主，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这对俊男美女的搭配引发了许多观众的热切期待，他们是否能够在屏幕上展现出无限的化学反应，成为本剧的一大看点。凤凰台上的影视化无疑是一场备受期待的盛宴，而由任嘉伦和张雨绮出演的男女主角组合更是增加了这部剧的吸引力。两位出色的演员将共同演绎一段传世传奇，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古代王朝的世界，充满了令人神往的冒险与爱情。这次的搭档注定是一次新的尝试，一个硬朗帅气的男主与一个美艳动人的女主将在屏幕上交相辉映，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化学反应将决定这部剧的成功，也将让我们期待更多的惊喜和感动。作为观众，我们期待住这段传世传奇的崭新开篇。随着凤凰台上的开机，我们将逐渐揭开这个古代传奇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肯定，这部剧将不负众望，给观众带来一段难忘的旅程。期待住这个全新故事的展开，期待住任嘉伦和张雨绮的精湛表演，期待住一场观影体验，将我们带回古代王朝，领略那个时代的风采与传奇。在这个新篇章的开启之际，让我们怀住期待的心情，一同迎接凤凰台上的精彩呈现。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